各位同心，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大三格林讲师演讲哈，请掌声欢迎，谢谢。我以前在美国念书哈，就是轻松一点的。你们刚有的人刚醒过来啊。我念画画课啊，可是以前扎吉去美国读册啊，很少是念艺术啊。然后我那时候我是学艺术的，有一堂课是人体素描。台湾人来的学生哦，大部分是读这样，他理工科不晓得什么叫素描。你们知道什么叫人体素描？是不是啊？不知道举手。下面一个人体素描，你知道？衣服脱光给你画的啦。哦，你看你怎么知道？不知道，就是脱光光给你画，我请三号你围啦，一个人体素描了。啊，那个其他同学的招来搞我们，哎，天空你上人体素描课呀？我说是啊，啊，当时上课啊，我说这跟你什么关系？啊，其他同学说啊，卖那样，当时上课，我礼拜三下午两点，啊，猛料的，某个猛啊，我想讲，这是别中奖。礼拜三下午去上课。啊，我们老师很小心，教室旁边那个有玻璃透明的地方都用报纸贴住，海报啊，想让人去看到，给拍摄。啊，我坐的位置刚好在这个地方，啊，模特儿在中间，然后那个进来的门口在那边，门口宾馆嘛大一点海报，他就开始围啊，你知道模特儿来不来请接袍子嘛哈，还开始老师说时间开始，他就衣服就嘣就掉下来。他、啊、就开始画，没时间让你想啦。喂，还是我画了一半，一种开始看，奇怪，一摆迄门吼，他门顶管那海报本来打掉对吧？好像有人那个掀开，哎掀者，哎阿妈就看见，阿计爸爸个姐人个咧掀开者，佫佮看见，啊我就讲，嗨，这一定是台湾哪一条？啊你怎样想掀开，阿妈就看见去啦。叫你讲，你若很久就要看较久的嘛，对吧？看较斟酌的嘛。那有时候开起来就关起来。来，我正在上课，请赶快就坐。我正在上课。好、啊，照理说很久马上看不起来，这很奇怪嘛。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刚温画的模特哦，是一个美式的足球员，查甫的，200公分，200多公斤。哦，看到惊到，雄壮威武，拢挺你骨啊！我敢说吼，迄顶台湾学生吼，要来进京，阿袂看到进京啦吼。迄顶想讲，哦，阿爆死啊，即嘛，等下要去看迄人体素描啊，足欢喜对不？哦，足期待安尼。啊，无想到讲到遐呢，迄鬼男怎么是这个？怎么是男生脱光光？我看这边中奖，我家己较紧对不？过去台湾人嘛是安尼嘛，每次开去投票，带着期待的心情对不？希望讲即届投票结果是那么矮的一个人出来嘛，结果出来了，结果看那变宽起啊，跟我们当初期待不一样，那失望就嘛就多哎，每次都带着期望去嘛，啊每次都失落的回来嘛，结果他怎样？哦，原来这鬼头拢给你骗的，啊今嘛知不？这几两天的课程你慢慢知道了嘛。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台湾史解码，哦是讲到历史哦。讲到历史，这个物件跟什么有关系？跟观点有关系。什么叫历史？下历史有点像日记，只是他写的是一个国家的日记嘛，对吧？历史嘛，记载下来。历哇，有没有人在写历史？没嘛。顶多写你个人的日记嘛，对吧？写学校的校史，写公司严格史，没人在写国家的历史嘛。下人在讲执政者、统治者在写嘛，他来决定这段历史是什么物件嘛。没错吧？哈，轮不到我们写，但是我就要慢慢给你解嘛。先看这个，有没有看过这幅画？看过人举手。啊，没有啊。我来讲，咱台湾人吼都没有艺术教育、美学教育都无，完全不知道这些物件。啊，不用摇的好不好？你摇看嘛，这是我故意整的人画。猜猜看，多久以前的人画的？50年、100年前，还是500年前，还是多久？摇看嘛。凭空猜猜看，这是多久以前的人画？
最近话还是古早人话，会晓看未？偌久以前？古早是偌久？五百以上无，无遐久。五十年嘛无，五六十年，咱即摆倒退五六十年，是1970年诶，毋是？搁较早咯，在1890几年，1900多少年，百几年前人话。他的名字叫做高根，有没有听过？高根可能没听过，反骨听过吗？反骨听过吗？把耳朵割下来的嘛，反骨了，画那个向日葵啊，对不？反骨你知道吗？反骨听过吗？哈，啊，跟反骨到断到底的一些叫做高根，高根啊，高根，啊，高根哈，我讲一种画家哦，画画哦，都那起起楼了，对不对？通常画家呢，赚到钱都乌白开，开到后来没钱，又散了，又过苦日子，对吧？苦日子就买不起画颜料，到处就很辛苦嘛。反骨一辈子只卖一幅画呢，啊，就死了呢。后来人卖遐贵，拢赚不着呢。啊，高根是他的室友，这个巧，赚到钱一阵，伊就把钱摕去有个地方，太平洋一个小岛叫做大溪地。一到大溪地，伊就躲来。啊，你怎样？澳洲赚的钱较大大颗对吧？较大大鱼嘛吼，啊，摕去遐开就开，结果啊，每天三餐都没有问题，哦，弄两个租亲租家，啊个好塞，还有美女服侍，每天都过好日子，对吧？你觉得他在画什么？就他过他的好日子啊，好像在天堂一样嘛，哦，啊、美女个好塞，叫你讲，大人得追求这嘛，阿妹讲拢啊，免烦恼赚家的代志。他们讲拢食好、穿好诶，阿个人家好势很好嘛，对不？啊，结果伊伫上最快活迄阵画一百度，啊，一百度的意思叫啥样？来，题目在下面，上面是我下的标。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1897年，咱是谁？咱即马伫创啊？那边往倒啊去？咱是谁？咱即马是？咱是虾米人？那拜拜去都要被嗯都要去，这是他这幅画的意思，很有意思哈、哦。伊爹照理说过好日子的时候，我应该去想这款代志。一个享受的白富啊，去想这款代志，表示啥？人当你所有追求物件拢满足了，后一步你要问啥物件？问讲我是啥物人啊？我对倒来啊？我今麦伫咧创啥？哇、哦，拜拜嗯都要去。你台湾人应该问这件代志对不？结果台湾人拢无问。所以我下一个标说资源回收人永远不会问的问题，上面叫做资源回收人。这里三年前之前，我 coin 英文叫做我创出这个名词。你们知道什么叫资源回收吗？对吧？本来是粪扫被弹掉个 Q 都倒来使用叫做资源回收嘛，对吧？啊，我家己人什么？这人好像是资源回收物件同款。我讲一个哈，对家讲较紧呐。这里像什么？我讲，现在活在世界上的人，不是萨德哥巴莱哦，这天南美洲，世界上活的人哦，今麦活着的哦，外国已经开始有人，今麦活在世间所有的人，6万年前才开始，无外国哦，只有6万年。有的人讲，徐老师，有些是山顶洞人，那什么尼安德塔人，那50万年以前，黑宽人今麦都不存在了，因为他的 DNA 现在都消失掉了。今麦活在世界上所有的人类哦。只有一个源头从非洲来啊，时间点呢？6万年前，从一对男女，为什么一对？我来讲，男生跟女生的染色体不一样，对不对？女生有 XX 染色体，对不对？男生是 XY 染色体，对不对？男生跟女生唯一的差别就是 Y 染色体，但是男生的 Y 染色体对都要来，对你老爸嘛，对吧？啊，你老爸的 Y 从哪来？你阿公嘛，别阿妈嘛，对吧？都是男方嘛，对吧？查甫去下嘛。啊，搞不要弟弟推到最后，是不是只有一个男生有 Y 染色体？全世界啊，熊不要啊，穷开戏只一对嘛。因为女生只有 XX， 你不会从妈妈那边拿，一定从爸爸拿嘛。那、啊、你爸爸到最后只有一个嘛，对吧？所以最后人类的祖先从非洲出来撩开戏系统啊。那时候以前到现在，大部分的人类在做什么？我讲部落形式，弄部落了。你想部落一下嘛？我们高沙族有部落嘛，对吧？部落下就很多的家庭合作会，因为共同使用的水源还是狩猎范围，对吧？被台下面给狩猎范围而形成的一个区域，对吧？啊，这个区域好多个家庭合作会嘛，
互相帮助嘛。啊，你刚才这家庭不高嘛，对不？一定好多家庭，这个部落啊，那时候有好多的不同的部落细算，因为不同区域嘛。啊，部落跟部落小度有安嘛，两个情况嘛，一个夹一个比瓜大嘛，啊不接着小台嘛，啊小台一准备哪台？来中台。过去的部落杀人是把你杀到光的呢，为什么被他抬开清气溜溜？为什么？怕你逃走出去了，又阿伯又并且大洞，又倒回来又来打，对吧？你要做就做到清气嘛，对吧？一次全部杀光，但是这顾起来安尼唔对呢？你看过去拢安尼抬抬开拢清气溜溜，顾起来安尼唔对呢？为什么不对？好了，你给你打赢了之后，土地变多，对不对？土地变多嘛，但是人变少去了呢。啊，你不抓到官吏，对不对？所以他学聪明一件事情，给你卡搞卡跳，给你小牌抬，村里老弱妇孺给你捞来，没有错吧？所以后来女生变财产啊，女人跟小孩子变成奴隶嘛，给你扣来扣来怎样？是啊，这点哪会怎样？叫你厂里做头路啊，对不对？这叫奴隶嘛，奴隶叫你继续去田里面工作，时间到把你抽税，你都等来嘛。叫你去进门给他挑衣嘛，对不对？就是这个、啊，所以这是人家奴隶嘛，每天就是辛苦工作，然后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你过了几季，但是门给我白挑到等来。过来，这是过去部落安尼修台嘛，修台一阵也个也行贴出来。哦，他们拜的神啊，比如说哦，埃及尼罗河拜的是什么？口蚁、鳄鱼啊，他就把鳄鱼神抬出来。啊，另外一个沙漠来，他讲阮是 cobra 本西青眼镜蛇，啊，个野心嘛提出来，要小台进前个行星搬出来，然后小台台了赢来对输的讲，啊，你的心较好，小雕不准你个摆，对吧？所以过去怎么样？部落战争在征服对方以后的统治手段是什么？宗教、语言、姓氏，对吧？我乃问准你个拜过去的神，你个好嘛？不准小雕拜阮的神，啊，过来呢，语言。无准你阁讲过去恁老母甲你讲的话，你即马来学阮的语言，甲阮沟通，阮袂去学你的，你要去奴隶的语言。啊，过来呀，姓氏对外省，过去中国嘛是不同部落，你不要以为现里面现在一个人是酋长的姓。我战败你以后，你用对外省，你用外人，还知哈？这是台湾过去经历的事情啊。咱去用通敌啊，咱的宗教，你即马拜的宗教拢是对中国来的，唔是台湾本产的啊。啊，过来呢？语言，你讲的嘛不是啊！你不要以为你讲台语就台湾人咧，你讲客家你就客人，拢完全不是。这语言拢是为中国遐来语言啊！较早咱语言老早无啊，北部族甲高山族的后代啊，高山族还保留他的语言啊，但北部族的语言无语言咧，人家你通敌啊嘛，对不？语权较弱嘛，对不？后来姓氏，你的姓嘛不是你即卖用的姓咧，过去咱的姓是阿公的名加上爸爸的名加上你家己的名。咱的姓名姓氏是安尼，为什么只干三代？迄阵平均寿命才三十几岁咧，所以你对三代对着财产安那分来就好啊。还知道？那一阵姓氏的名字是安尼，伫拖，甲中国迄边无同款，是那一边无同款。过来，我咧简单的一个图，一目了然，个历史看得很清楚。来，老板你已经四万年前，细板你已经部落形式，有吧 ？M174淡水外盖水上叫 M174哈。过来。慢慢大都王国，直到13、14世纪，最近几百年才开始，一开始较早拢带拢部落环那嘛，无人会个航海技术跨过一个太平洋，来甲你探索，无一个人摘掉了，所以每个人都斗丁管一直生拖嘛，对吧？生拖西班牙最近几百年，西班牙、荷兰、日本、大清帝国在甲你发现，啊被甲你通敌嘛，对吧？所以咱就变做人的殖民地，知道吗？台湾过去本来是跟外界无接触，伫内底生团呀，突然跟五外面人就有来咧，甲你通敌啊嘛！啊，通敌迄款人叫啥？我后面啊叫掠夺者，英文叫 predator， 掠夺者。下面掠夺者，讲者较粗鲁的吼，就是查甫人对查甫人有性需求，但是不要跟你结婚呐。讲到歹听就是安尼啦，甲你予取予求，要爱你创啥就创啥，但是不想负责任。你一旦结婚就要负责任，这温某呢，你要甲狗甲烧嘛。但是掠夺者不是安尼哦，所以统治者你去殖民地内底拢共人抢物件嘛，要爱就摕啊，叫你进物件，时间到交倒来嘛，对吧？迄就叫做掠夺者嘛，要甲你抢的嘛，叫掠夺者啊。这各个一类殖民者吼，直接嘛比较大声的嘛，
较歹就拍其他的殖民者，大家抽这块地嘛，这种好康地才大家拢抽嘛，抽到尾啊，谁上大赢？日本嘛。本来大清甲这些西班牙、荷兰，西班牙、荷兰来的人本来就无济啊，加一条船、两条船尔。大清遐近一带来一堆人嘛，但到尾啊，日本佫甲大清帝国打败了，对吧？所以最后大日本帝国摕咧手头。哎，其实大日本帝国不是另外一个殖民者哦，伊做甚物代志？1945年4月1日做一件代志，就跟男生追求女生做什么？我要送你花，请你吃饭，甲你整水水，最后甲你娶入门，签合约嘛，对吧？我来结婚嘛？结婚的意思就是，我们效忠天皇，换取他对你的保护嘛。所以1945年4月1日，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在台湾的意思，就是跟你结婚。从此以后，台湾的这些土地，这块地的性质改变了，性质改变了。过去大清帝国对台湾人怎样？你会记得那时候咱的屏东的，咱的高山族，美军的军舰搁浅在屏东外海，啊，因为那些水兵走在岸上求救，结果咱的高山族也抬了，杀光了。所以美国就跑去大清帝国去抗议，哎，你哪敢我抬呢？你该负责赔款。啊，大清公，嘿，这是化外之名，跟我们无关的，法与不法由贵国自裁之。谁在你从来这不是我们的人，这意思是讲他不想替你负责任嘛。但日本不是啊，一并做立业了，宪法实施在台湾，台湾一旦派人给大日本帝国议会开会，那个表示你已经参与，你是日本人了嘛，你正式跟他结婚嘛，以后他会保护你。啊，有人讲不是啊，我现在有中国人在给我管啊，我讲中语中文啊，啊哪样呢？很简单嘛，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大日本帝国，咱的报告搁战败嘛，战败了，甲咱建立这大美国人就要求，甲过去甲你糟蹋迄查甫人，搁甲带倒来，搁甲你糟蹋一届，再糟蹋一次，就是安尼。所以咱即马用法律改革，我们用法律告你，告你就来造一次，你搞建立，你都来搞建立，想要叫我去买武器，想要怎改我的国籍，你凭什么？还知无？这个是简单概大概的概念，但是台湾人来的有一群人观念不愿改变，也就是所谓的余孽。过来，哦，讲到这样，那、啊、这个讲的比较清楚。我对了讲的 DNA 对吧？染色体对吧？国家地理杂志你知道吗 ？National Geography， 国家地理杂志因为今麦好个啊吼，领导宅上，也不那准突然来一个，外面来了一个人说，我是你老爸，华卡扎迭华高生，我嘛要分财产。他讲你是谁啊？啊，我就你老爸生啊，华高生啊。啊，你这样证明很简单嘛？现在都用什么 DNA 检测啊？验回就知啦，无法都现在好你编故事啊，很简单，都、就是安尼，叫 DNA 检测。起码连验回都唔免，起码用棉花棒在口腔里面刮一下，送到实验室，两三天之后，你所有的基因排序几亿对的染色体都照到出来。基因啊，排序都出来了，一下就看得一目了然嘛。啊，你怎样人在复制，你在传宗接代的时候，染色体会复制，复制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什么突变？突变就是有时候不丢啦，会弄错啊，错的话就变成一个记号，那个记号会传在所有你出去的后代身上。啊，你有怎样在想谁？啊，你知道吗？他们就用这个把所有人类，下人谁下人像谁这样人，人是怎样生团到全世界。画出一个图，叫做 Human Migration Map， 根据 DNA 变异找出人类迁徙。啊，那刷维耶啦，啊，结果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是箭头的尾端，都、就是熊尾啊到遐啊，箭头的开始你就开始追嘛。别讲澳洲，你有看到北美洲的端来堆堆堆到日本，哎，还要看呗。所以所有的线到最后是从哪里出来？各位看这个地方在哪里？非洲嘛，还在哈。所有的人类。在60000年前都从非洲出来一对男女叫做 Scientific Adam and Eve 出来的啊，不是真的亚当跟夏娃，他叫 Scientific， 就是科学 DNA 里面追到最早的人在这里啊。在60000年前以后他人开始细凶啊，我也走去澳洲，我也走去你看北方对吧，东中亚家我也走南部这条线，我人说徐老师你说这些我不好啦，我想要知道我台湾人对哪来好带我走，叫做 M174 受集的叫 M174 我会救出来了就去对啊，这是也门南也门、啊、过来招一对印度、哎、过来招一对马来半岛，
这五万年前、四万年前，过来走的，哎，台湾呢？啊，台湾了，过去的，对呀、啊，哪里？日本啊，日本了，过去的，啊，朝鲜半岛北部对，啊，过来呢？基本这时候两万年，两万年了，两万年之后，照看所谓的中原地区，不管了，啊，啊，中原这地区有什么人？你看。无中亚来的，你看欧洲过来的哇，不定管，啊，有蒙古下来的对吧？啊，有西藏才去的对吧？啊，有南边印度上去的对吧？所以十几种十几种的人，在两万年前来到这个所在，所以中原地区连南，所以下人是杂种，谁是杂种？中国人是杂种啊，没有错啊，大杂种啊，两万年前的十几种人在来的南，是不是杂种？啊，谁是谁的祖先？那是中国人的祖先，对吧？一种韩国人讲，是中国人的祖先，有一部分中国有一部分祖先从韩国去的。他有没有讲错？中国人气个咩死？科学证据告诉你是啊，你中国人哪天有一部分从韩国，所有的朝鲜半岛归去，那些朝鲜半岛人哪里去了？日本去的嘛，对不对？啊，日本人哪里去？乌台湾人也去的嘛，所以那是日本人的祖先，嘛是韩国人的祖先，嘛是中国人的祖先，对吧？所以中国人才会改良百，不是两改的一百。你慎终追远，要追到台湾呢，不是追到中国去呢，不要弄错了。啊，你清明节早去拜中国人做你的祖先，台湾人都背祖啊，对不？是不是背祖背祖？你来拜中国人做你的祖先，你要背祖，背什么祖？背你四万年以来的祖先呢？伊都要改良百，不是两改拜啦，伊是咱孙啊辈，咱是伊的祖先呐、啊，还知无？这是 DNA 呢。过去中国人用过数给你骗嘛，说你的祖先对下来，结果不是，你中国根本不是人类出现的地方，非洲才是人类出现的地方，中国是人类走的末端，想不溜不溜的啦。啊，我们台湾人的血统相对于中国人的话是纯的，为什么是纯的？我们在这岛上不跟人烂嘛，我们在这边四百年已经一经到家，因为海洋的关系把我们隔离在这上面，谁通话四百年有孙不？当然纯啦、啊，相对于中国人，我们是纯的啊！啊，中国人底下两万年叠加各种人的修台啦、啊、部落战争啊，也给染个不成样子了。所以你讲中国人哇，那炎黄子孙，你改讲炎黄子孙的血型血裔定义出来嘛？你把它定义出来啊，我提跟你比对，我再怎样起不起力啊？结果它定义不出来，为什么定义不出来？杂种嘛，杂种你要怎么定义？除非你是纯的才可以定义啊，否则你什么人都有，你怎么定义？还在不？科学证据，这不是你凊彩公共编故事的。他过去为了统治你，给你编讲啊，你的人对家来，家文化历史悠久，笑死人了。科学证据讲说明一切嘛。来，过来看这瓜出名。哇、哦、，Google Earth 哎，你知道 Google Earth 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吗？过去你有没有看到是深蓝的部分？还有看到浅蓝的部分？你看，浅蓝它在弄些土地了。土地啊，土地啦，哎、欸，所以你怎么往行路的，让走到这边，这边属于浅海，这边是深海，在海水没有上升之前，这种土地啦，然后也让它行来几步，行到南美洲去啊。以前航海技术哪那么好，可以让全世界跑，就是因为土地那时候还可以用走路的，所以你用走路可以从非洲走到南美洲去，还在不？啊，后来海水上升，所有的都 isolate 独立出来了，一个岛就被孤立起来了。所以剩下这几万年，人就在那个上面生长，所以就出名呢。他在台湾人的祖先四百年前来到这个所在，哎，人是一直走的，对不对？从非洲以后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啊，有一部分人就留下来，留下来，留下来，对吧？啊，在不同地方就生团、生团、生团，对吧？就变成很多种国家的人嘛。印度人就底团个兵几十亿人嘛，十几亿人嘛，没错吧？啊，所以每一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一定有一群人讲。这个所在就好，我要点来，我要留一家，我要惊惊孙孙底下生团。所以在台湾这个土地，古早咱的祖先做工做工，决定了一件事情，要点的这个岛，要留来。后来海水上升了，拢未再搁走啊，生团落去啊。哎，我们要知道我们祖先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呢？选择了这块地呢。所以你咱台湾人是跟这土地有合作伙呢，那个中国人无关的呢。中国人是那关衰尾再走来台湾了，干不是？你在你们国家混不下去才会出国嘛？你如果在国家，你们家过得很好，日子干嘛离开啊？那是罗汉卡啦，是不是？对不对？
以前就是穷人啊，苦力啊，再来招来台湾帮忙做事情嘛。啊，一个人无在了，跟台湾人难嘛，变做做一部分个人尔。所以你看中国人，咱对中国人来真济无，没有很多，大部分死在海上，因为航海技术不遐好。啊，所以人来台湾也没有钱，也没有家产跟人家结婚，叫用捡来传宗接代，因为以前来是母系社会，你来帮我生孩子就好了。所以头一代一半一半，对吧？啊，第二代啊，四分之一，佫找一个北部，伊无在了，伊嘛无迄钱，倒转去中国，佫娶一个长孙，佫娶一个地长来，对不对？一定在当地佫生拖落去嘛。啊，那两代、三代了都无去啊，没有所谓的支那人这款代志。啊，而且伊嘛是咱的买溜买溜人嘛。所以台湾人这土地，我们就纯种人在上面呢，相对纯了。时间点六万、五万、四万、三万、两万、一万。所以这个计划主持人叫 Dr. Spencer 讲过一句话。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Dr. Spencer Wells 讲的，最伟大的人类的历史故事记在我们的血里面，没有绝对要骗的，过去都用教科书给你骗，要给你写假的教科书，这是科学证据耶。你要把它提出新的实证，说它不是这样子，否则我提出来叫做科学证据。我在讲的乔贵三年半以上啊，提出来啊，没有新的实证啊。协议是最好的证据啊！你不要再编故事嘛，不要为了统治台湾人骗台湾人嘛。咱都不是对立啊，咱是你的做工哦，你得给咱摆，不是咱给你摆，很简单嘛。啊，这个人出名，他在早期在法国南部三万年前有壁画造出来，画出来，法国南部啦，三万年前是的人画的马这么画的这么好，你看有够威不？那表示人类没有什么变化嘞。毕加索看到这一尊毕加索，我要跟他学，很好笑哈、哦。连毕加索遐搞画的人都干嘛以为就好？三万多年前到法国，我知道来啊，这一对欧洲人因为挖到那个，他就很有优越感，干嘛问欧洲较先、较古、较早？结果无，最近在印尼南部挖到四万年前的壁画，那表示啥？这支持我讲的嘛，迁徙图嘛，对不？你挖到的考古证明这个，不要说台湾人也偷得干嘛，也挖得到四万年前的东西。那是现在国民党流亡政府把你黑白剔除掉，都给它贴起来，可能黑的东西没有好好去挖下面是什么东西，出在那里剔下去啊。其实台湾很多，最近台中是不是挖到一万多年前的东西？大本坑也一万多年，金刚嘛，我觉得再挖还会有四万年前的东西跑出来，表示我们祖先到这么久，所以这么简单的而已，这是科学证据哈，不是在骗人。啊，过来，我对讲讲资源回收，人讲，你去用台里啊村的老弱妇孺是没有效忠对象，都、就是无头的人啊，无效忠的对象。啊，这一讲，你拢看过超人对吧 ？Superman 对吧？有没有看过超人的电影？哦，啊，这超人嘛，啊，超人没有看过没有头的超人嘛？啊，什么叫没有头的超人？都、就是他没有效忠对象，他是功能很强大，都是他不效忠任何人。你先把心脏或胆来公开清楚。战争后产生大量的资源回收人，简称这群没有头的人叫做 Armen。自古以来，弄起战争了，该村人老来都一定人。那隔壁就有一个资源回收城，你知道？叫啥？香港。香港过去中国证书输英国，啊就割这个土地，说给你99年，对吧？啊，英国人就来这边弄了一个制度，让香港人活得很快乐，每天就是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买东东。时间到了，税把你抽到给总督，总督再交给女王，对吧？就过去对付香港的方法嘛，我给你一个制度，你好好的生产。啊，97之后怎么样？中国要收回去，讲时间搞了，修到等来。啊，97之前，香港人都写西面照对吧？移民到纽西兰啊、加拿大、西贵照对吧？为什么惊这种这个落后的国家统治嘛？但是你不能中国人，你不应该照啊！啊，照的人呢？不管跑哪里，他还是资源回收人。资源回收人是每个国家都可以用的人呢、啊。你就到当地去制造生产碳基浇水的话，但他没有效忠的啊。这块狼哦，他典型的特征就到处买房子，上海也有房子，台北也有房子，美国加州也有房子，只要哪里有钱，他就钱往哪里去买房子。还有资源回收人，他跟土地没有结合了。啊，日本人跟土地有结合，你叫日本人派来台湾，对他很辛苦，用买，我老日本就问刀呢，无见得家呢，对不？你跟土地结合啊，但是你如果是资源回收人，西归造呢？啊，中国遐薪水该管好去，就像呢，用钱都来写来。一个人就是没有头的人，没有效忠对象，跟土地没有结，他是什么人？他只要管吃穿喝而已。一个人还在哈、哦，
今嘛给你介绍一下，你们在座各位没有一个人是员工超过1000个人以上的公司老板，对不对？无嘛，有超过100人无？无啊。啊，以后台湾民政府起来要官员，4000人要管，不，4000人要管2000万人口，质量分偌济？50万人。啊，50万人你要管无？你要安管？你连100个人公司都没管过，你要管50万人哦？你有在调啊？所以你要接受训练嘛。啊，我们就有一个 pattern 来慢慢教你，给你教教你也要。我们爱是一个捌代志的人，是非对错很清楚的人哦。接下去我要给一个 model， 这个 model 就告诉你怎么样把人分类，把人分类。来，根据这个，根据行为的主宰者，一起巩固下面代志，做伊每一工的代志，主要的影响是啥？像下骹这个像动物一样的人，四只脚啦，纯属肉体，他是按照动物的生存本能来过日子的人。再来，无头的属于精神的60%，过来1%。啊，下面看动物，动物是啥物件？哦，物件对咱个饲个咬，对不？没错吧？动物用食物件来控制嘛，狮子、老虎嘛，是当用食物来控制，对不？海豚啊，狗啊，左手拿起来，右手拿起来，坐下。摇尾巴，对不？你用食物的控制，伊就要走啊。迄就是像动物一样。我这边在讲人哦，我唔是讲动物哦。过去高雄也有真侪少年人，对不？起笑啊，半暝无得困，敲多摆，提不出多出去人物。啊，警察个抓起来讲，搞什么东西？为什么这样做？啊，少年人回答讲啊，我乃怎么样呢？爽，他就讲一个爽，对不对？哇，你听下咧戆面去。拜托，你是在逗人的卡筋呢？你在讲什么东西？表示这群人就跟动物一样，对不对？当他那个猎食的本性造出来一尊，伊都没办法控制，都去做这件代志。他像动物一样嘛？动物如果肚子饿，就是起笑嘛。啊，你个企鹅爸乖乖乖嘛，伊就是动物嘛，对吧？还在吧？他行为的主宰者就是动物，啊，这个人看到杂物怎么消敌过啊，对吧？啊、你不要以为说像这种人都就散了，就啊，可能就好个啊，好个上面挺多住地堡，开的是雷摩基尼、布卡迪的跑车，有私人飞机，但是卖馊水油给你喝，对吧？爱讲话得共享啊，他们就像动物一样的人嘛，是不是像动物一样的人？你不管人家死活，只管他自己要什么嘛，所以像动物一样的人，动物一样的人有分驯服的程度来划分哦。如果也卡的我过去哦，起告哦，狼狗干。正常的搞缆车会，啊，一款压型哦就当嘞，所以我甲饲15年以后吼，我甲饲本我咪就惊嘞，迄创好啊坑个呀，你甲堵落去了，袂个手袂再个伸落去哦，你个伸落去啊，就该搞落去。为什么？他的野性还在嘛，压型。啊，你普通的饲足侪当足侪大迄款无即款代志对不？乖乖乖，你袂甲爬爬嘛会使对不？啊，但是即款。记得越矮咖跟越 physical， 越上面越 subjective， 就是越来越接近动物，是按照身体的本能在做事。那越上面越开始主观哦，才能到嘎嘎嘎解停多，想讲家己是人呢，对吧？按下被困在你手面背，对吧？啊，你叫伊食饭件，你都要甲高食啊。哦，你食物唔对，伊个不爱食呢。哎，我食一摆，啊，你搞我换一摆，对吧？没错嘛，这个动物如果训练到以为自己是人，对不对？好、哦、啊，过来过来。我定管一下，无头的人，我讲的无头的人，我觉得他没有效忠对象，他唯一效忠就效忠他自己啦，趁钱上一灾啦。啊，下骹这款人是啥物？像动物一样也讲一句话，你有听过咱四周围拢台湾人真爱讲一句话？啊，大家坐车要做啥啦？啊，无都做饭堂食，有听过无？啊，去学迄种啊，无都做饭堂食。讲这款话的人吼，就是动物了。为什么？他评估一个东西有没有价值，是根据他可不可以吃来决定的嘛？啊，那不得加，他都不给他，是不是？是不是像动物一样？他评估，狗啊嘛是偏偏袂加的走嘛？啊，你得提酸椒加迄个低坎低豆豆来给你加呢？你什么东西啊？你唔知影酸椒换做食物，你低加贵也死人了，对不？干不是？你唔知影价单嘛？啊，想讲你甲坎呢，啊，过来加嘞。所以咱法律这款物件袂使凊彩讲的。大家人听无，佮低感官的登来给你加嘛，还知道？所以有价值的东西要给有懂得这个价值的人，还知道？来过来。你们觉得你们来我这边上课是要接受我改变你们吗？啊，不，你还胸口是吧？你认为是吗？不是，
不是你不会改变，是学习没有错，但是你这个人不会改变。为什么？如果你们有结过婚的，请问你结婚20年、30年，你没有改不？你很想改他，改不了，对不对？啊，你安有改不？习惯还是一样嘛，不可能改。啊，那你为什么期望你来我这边上课，我就可以改变你们？不会嘛，不会改的啦。那你为什么来上课？下一个句话，啊，你喜欢来上课？我来讲，你本地就是这款人。为什么？什么款的人？听到法律就会有兴趣的人，那是过去你伫拜唔对的世界大汉嘛，无去用栽培嘛，你懂我意思吗？过去国民党有假甲你骗嘛，啊你讲你没办法得到什么，那种奇怪都不合理啊。但是来家甲你讲法律，甲你讲历史上的事实、科学证据准，你鬼人都扯起来嘛，你才有趣味嘛。你若无趣味的人，表示讲我听袂落去嘛。你听得下去的人，表示你天生就是对于是非对错善恶分得很清楚的人。再来上课啦。再愿意花时间来学什么是法理，咱们上面再去台湾真正法理的地位嘛？台湾人是什么人嘛？我要搞清楚嘛！我不能戆戆来过几世人啊去死啊，对不？人生很短嘛，被卡面来做戆人、做奴隶、做鬼世人嘛，还知道吗？你来这次上课是给你在好的土壤，啊，你自然就是发芽、长大、布芽、发枝，变个大长的树啊嘛，都是安尼啊。来这边就是给你这些东西而已嘛，很简单嘛，简单的逻辑、证据嘛、事实嘛，你有判断能力嘛？啊，这款人就当就是咱民进会被挨狼嘛，才能统治台湾人嘛。啊、大部分台湾人不管这个、啊，下人管那好啦，我不用他家的好沟的好啊，都是安尼啊。就过去，今麦台湾人话靠嘛是安尼啊，相通的拢嘛赶快嘛，现在纳税嘛，现在什么啊？这种人不想知道他自己为什么活的，就是没有头、没有效忠对象的人，知道不？没有效忠的人分根据什么？以遵守法律规范的程度及执行效率来划分。啊，上管理官讲有头的人，下面叫有头人，他的事情的是非对错价值是有绝对标准的，对就是对啦，错就是错，没什么好讲的了。哦，这种人不一定 hold 呀。我举个例子，传教士哦，那个西方传教长得又高又大又英俊，跑到台湾。热身疗养呢，个泰国的换油啊，换鬼死人呢？可能在美国是就好些人呢，啊换鬼死人啊，顺续个报水报嘛，带回来，卡哇伊的高追的妮娜嘛，带来，啊薪水非常有限，三餐吃的比我们还简单，可他这样子 OK 啊？啊为什么？因为他有效忠的对象嘛，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以取悦他的效忠对象为他的价值嘛，不是用钱呢。村内郎是用钱来决定价值嘛？啊，一定郎就我遵守老组织啊，他的组织是谁？上帝嘛，上帝叫他来他就来嘛，上帝不准他来他也不敢来台湾嘛。啊，上帝叫他去非洲他就变死怀哲嘛，你想想，要不叫他去印度他就变德雷莎修女了，干不起。就是他是遵守他的效忠，他以取悦他为他人生的价值嘛。那赶快嘛，那是有效忠对象，对是非对错是咱的价值观嘛。你别再往钱搞啊，买啊，你买不来啊，对不对？我都不愿意，你以后钱加多，我嘛不爱做歹代志，是不是这样子？这才是有价值观的人嘛。啊，咱是这款的嘞。啊，过以后咱要做这件代志嘞，咱是顶个效忠对象要通敌下骹间嘞，无头人甲动不赶快的人嘞。我讲给下面人可能很有钱，啊，上面人可能很穷。可是你效忠错对象的时候，就像 IS 回教国家那些人，对不对？最近不是 IS 那个哦，甲人剁头啊，微博。因为他效忠错对象嘛，下面歹徒做一串，他的生活条件也很糟糕呢。你可以看一些新闻嘛，不外好呢，但是愿意做啊，黑的就效忠。所以你效忠还选择对的对象去效忠，还被霸喊的妹姐让我逃，但是就散了，很奇怪的国家嘛。所以后面还有一个真理作为支撑，对的事情再去效忠。还在哈，来送给自由回收的人的。这个生来为奴隶的人，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史观，不需要传承，因为从奴隶眼中看这一生，没有找出什么好引以为傲、值得纪念的事，没有计划，也没有未来。奴隶根本不需要计划未来，奴隶的未来是掌握在主人的手中，没有主人同意，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奴隶怎么往前看？因为双手中捧的那口饭就是活下去的理由，所以奴隶总告诫他的后代说。想要这边冲线，也当浩哥熊实在。小心，如果把他眼前地上那个收饭拿走，换成桌上一盘龙虾、海鲜、开胃菜，加上法国香槟酒，他会拼着老命冲过来咬断你的手，都是这意思。哦，
他没有史观了，对历史没有兴趣了，哦，当下最重要。哦，三个字：自由、幸福、快乐。请问你们在座各位，自由、幸福、快乐是你一生追求目标，请举手。下这哦，啊，请放下啊，不是的，请举手。哦，不错哦，啊，没有举手是什么？我要不要再讲一次？自由、幸福、快乐是你一生追求的目标的。哎，好，请放下。外公错了，错了。哦，有人哎，为什么错了？好，老师不是要惹你闹鬼，老师要解释理由，对不对？好，我今晚讲个例子。如果我觉得疑心啦，哈，他以赚钱为目标，你看疑心，你敢去看不？不敢嘛，对吧？一盖以后你要看几啊盖，对吧？我就叹气嘛，对吧？但是如果有一个医生说，我要提供给病人最好的服务，啊，最好的治疗为我的目标，就看疑心真济人要去看，对吧？所以他病人很多。因为这样子病人很多，所以他赚很多钱，这样对不对？对不对啦？因为他的目标设对了嘛。所以我独角公自由、幸福、快乐是副产品，不是主要追求目标。再讲一次，它是副产品，是在你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它伴随而来的礼物啦。安尼讲，还知不？你在做对的代志啊。我讲一个简单的，一个查某囡仔。啊，看到一个男生说：“嚯，他好像可以给我带来自由、幸福、快乐，我就嫁给他。”啊，过了几个月以后，说：“哎呀，那 Q 港没有什么出息的男生，不要了，离婚，再换一个。这个又可以再嫁给他，这个又不行，再换。啊，你丢不丢？不对嘛。照理说，这个女生要跟这男生讲说：‘我喜欢这个人。’哦，两个人一起共同努力，携手知足，后而败拢嫁给，对不？一起好好建立一个家庭，生出孩子。”爸爸做爸爸该做的事情，妈妈做好好做妈妈该做的，小孩子好好念书，回到家里面，爸爸妈妈煮一顿丰盛的晚餐，大家一起享用自由、幸福、快乐的感觉，对不对？它除了是副产品，它还是一种感觉嘛，对不对？要不然我问你，什么叫做自由？你追求自由，好，这是一种感觉。你有没有花钱的自由？有没有？一个月给你1万块钱够不够？零用钱不够，好，10万够不够？10万一个月还不够，哎，1000万够不够？你就点头了，太快了，1亿够不够？外公顶薪每个月赚1亿，你根本不够啦，因为他是以别人的痛苦建立在别人的痛苦身上，所以机关长讲，他追求感觉嘛，你不可以是追求感觉的人呢、欸。你如果追求感觉的人，那嗑药最快了，根本不用努力啊，对不对？马上让你有感觉嘛，没有错吧？自由、幸福、快乐是一种感觉，它不应该是一个目标，对不对？我都讲共诶，你要把目标设对了，这些感觉伴随而来嘛。爸爸做盖做，妈妈做饭，小孩子好好念书，回到家里面一起享用，就算吃的粗茶淡饭，也是可以享受到自由、幸福、快乐的感觉啊，干不起。这是伴随而来富啊，台湾我想到被攻击你知道？台湾人很糟糕啦，像官都好啦，对不？只要我崩他家，我挤他毯，爱得让一旦浇水，他不管怎么回事呢。现在知道了吗？所以外公不能以自由、幸福、快乐作为台湾人追求目标嘛？我们要追求到底台湾人冲向，我们到底在做什么？这些东西会伴随。当你追求对的东西的时候，这些事情会附加、附带而来的。所以不要弄错目标啊！你这辈子不要追求错误的目标，你永远追求不到。通常公这些人都永远追求不到自由、幸福、快乐。真的，你不要设错目标，它叫副产品，是做对的事情之后伴随而来的东西。还在哈？来，这幅画有谁看得懂？雅秋，你看得懂吗？应该没有吧？啊，这个呢？看不懂的请举手。啊，下子看不懂啊！哎，好，我问看不懂的人哦。啊，看得懂没有雅秋的看不懂哦。不，不雅秋的表示看得懂，对不对？那我就不问你，我只问举手的。来，请问他是画飞机大炮吗？哎，为什么要笑？表示你看懂东西嘛，对不对？他不是，是不是飞机大炮？不是，摇头，你看得懂啊？那你公看不？请问他是画男生还是画女生？啊，你看得懂啊？怎么说看不懂？他、啊、画几个人？5个。哎呦，知道五个？啊，你根本都看无，你搞公你看不？搞骗？那你们认为看得懂应该是这个吧？是不是？这个有没有人举手说他看不懂的？没有啊，我跟你讲，你看不懂了。请问他是谁？你想夸我啊？请问他在做什么？他在做什么？给天使用的？错了。我跟你讲，他在干嘛？
你猜天使猜对了，可是他在大号，你放晒啦，维纳斯在上厕所 ，The toilet of Venus， 你看，你想讲有结果你看无？啊，你想讲你看无结果你看无？啊，当然唔会记啊，是不是？来，我来讲，刚才这三幅画怎么看？这叫做立体画派了。立体画在毕加索在一八多少年的时候，1907年的时候画的。哎，毕加索嘞，你阿公阿嬷阿祖的时代画物件，你即马看无，表示你的艺术欣赏能力是在什么时候？100多年前。来，教你怎么看，这是不是一罐水？是啊，啊，这是不是一罐水？是啊，这是不是一罐水？干一定爱那款，不用嘛。这是不是我？啊，这也是我，这样看也是我。干一定爱那款，不一定嘛。那叫什么？当你时间固定，观察点改变的时候，就变成这个。我刚刚边边看一个人，外当对家看，对家看，对家看。你把不同的角度看到东西放在一起，就变成所谓的立体画派，还在吗？这叫立体画派啦 ，Cubism。啊，立体画派走到很极限，好几百个观点的时候，就变成这个极端的立体画派，基要真理派的基理画派。啊，这是什么？这叫单点透视法，好像你照相。你照相的时候不能移来移去，对不对？你要固定好你的观察点嘛。咔嚓，按下去。啊，你啊，弟弟说完了，影像会模糊嘛。啊，你如果一直换角度拍，那个角度都不一样，不能一起嘛，对吧？还在不？现在你懂了哈。好了，我要讲重点了。来，这叫一点透视法嘛，单点写实，这个叫多点、多视角。但是不管怎么样看，你画一幅画的时候，一旦采取一个观点，就永远是这个。你不可以一下画这个，一下画这个，一下画这个，对不对？你要单点就是单点嘛，还在哈、哦？啊，你全部放在一起，这就什么都不是，对不对？一下要立体，一下要写实，这里下面物件不能看我嘛。我要讲一个英文单字，叫做 consistency。这个字叫英文单字叫做一致性。Law 是什么？法则，法则有一致性。Law is often used to refer to universal 宇宙性的 principle 原则 that describe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something. 一致性，没有一致性就不是法则 ，OK? 就是指在一个形式系统中不蕴含矛盾。比如说，法庭双方在告来告去的时候，仅干单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推倒对方，跟你的东西不一致，你的证据跟你的论述内容不一致，按照呀。对不对？法庭双方都得变这个嘛。我只能够指出你的证据跟你说的东西不合，这样就输去了。很简单嘛，我们对美国也是这样嘛。我们就指出他法律不一致。诶，美国，你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国，你签 OK， 在美国的法律里面，他们尊重国际法，特别写在宪法里面。在他宪法里面讲说，他跟其他国家签的条约未接等同于他们的宪法，未接哦，赶快哦，视同相等哦，他都要遵守哦。那巩固这旧金山合约是你签的条约，在旧金山合约里面，你是主要占领全国，你是台湾界偷的主要占领权，啊、你喜欢在叫我背 bookie， 你喜欢改变我的国籍，你为什么改变我的语言？没塞嘛，你喜欢叫我去做兵，啊、你有来告啊？你说你是不是嘛？所以我们在法院里面告的结果，美国法院帮我们证实，美国是台湾这块土地的主要占领全国嘛，对吧？虽然你叫一个代理人来这边帮你占领，可是你不可以让代理人违法、啊，你要管好他。阿里伯王，你走啊，别来狗，就是这么简单。一个系统里面不蕴含矛盾，那我们指出它矛盾的地方，它就倒了，对不对？没错吧？哈，还怎样？我讲的意思嘛，哈。好，下一个问题了。下一个问题来，还有一个字叫做 integrity， integrity 叫做表里一致。你讲的跟你实际上做的是一致性的。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法院呢、啊、做判决的结果，行政部门就要配合，对吧？立法当然也要配合，其他部门，要不然它变得不一致。不一致，这个国家都 kick 笑。上面不一致 integrity 这原文的意思。可以解释很难，我用反面意思。Integrity 的相反词叫做 dishonest， 不诚实，或者说 hypocrite， 就是伪善者。在美国这些骂人的话，说你表里，你说一头，你做一头，不一致。啊，美国是一个一致的国家，所以他一定会照这个去做。哎，在村子里面哈、哦，被做老大，一定爱怎么？
袂使讲一套做一套，对吧？我甲一群人敲代志的标准，我伫另外一群人内底嘛爱共款嘛，袂使加一条一套标准，遐一套标准，你若安尼创，你这丢落，哎，丢落来了来，你这搞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大家会跟他呛声嘛，对吧？你要做老大，你就都要足公平的嘛，你要叫一套共款的标准嘛，共款你美国老大嘛，对吧？你要当世界的老大嘛，啊，你讲的，你讲你遵守国际法、战争法，你就叫得走啊。啊，你为什么一方面在中东的地方说他违反战争法？你在台湾放这国民党这流氓政府在台湾欺负台湾人，违反战争法，改变我们的国籍，改变我们的语言，改变一大堆事情，对吧？这是违反战争法嘞！你哪下呢？那个狗料给我承认后，所以他帮我们成立台湾民政府嘛？是安尼嘞？这个过去的历史是安尼讲嘞？还在哈？来，阿公老贼。啊，起码要帮助台湾人。好，啊，你过去给你通知一种哦，一套公款。那我们现在要看啊，因为时间关系，我要讲历史了。啊，很多年轻人下来讲，老师，我对历史一向没有兴趣啦。但是我要给你讲几件代志，史观很重要，观点会影响你的立场，你的立场会左右你的选择，你的选择之后会产生行为，你的行为最后会决定你的命运。不要开玩笑了。啊，老师，你可以解释多一点，我听不懂。吼，真简单，写历史都要有观点。我都在讲，男生有男生的观点，女生有女生的观点。台北美的印第安有白人的观点，也有印第安人的观点，对不对？啊，谁的观点比较重要？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谁的观点重要？不一定，对不对？不一定嘛。我举个例子，有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结婚，当天晚上就因为观点不同就吵架，为什么？刚结婚哦，头一天哦，男生就坐在桌子上面，啊，等吃饭，吃饭嘛，吃饭了，啊，太太就在那边炒菜，啊，几行几行端到桌子上，啊，端了差不多两道菜之后，叫先生啊，啊，你先吃，啊，那先生说没啦，上面我先吃，哎，等你菜都煮好，放好水，大家做一回一起开动，啊，太太说免啦免啦，先吃先吃，不爱。我们到拢是安尼，大家到齐开动啊！那边什么我叫我先吃，是成蛇体统。那个讲，我们到做行李不要两箱吼，我先做再先吃，我拢流水席啦。你看看，从两个人就因为这样吵架，因为每一个人都把他从小到大的习惯，对不对？观点带到这个婚姻里面啊，两个不同的观点，小度点安怎强蹦，对不对？强蹦为什么？会吵架嘛？啊，吵架没有办法解决会怎么样？冲突，冲突，然后呢？然后呢？离婚啊！那个女生公开直接最后离婚，那是人跟人最后是离婚的。但是国家跟国家之后是什么？是修台呢？是战争呢？西人的呢？那没有开玩笑呢？不是说扯，不是最后就扯掉，不是这样呢？国家跟国家观点不同，最后是战争呢？战争就很多的家庭就要死掉了，干不是？我讲的是这个，所以观点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史观很重要，观点会影响立场，立场会左右选择，选择之后产生行为，行为决定台湾人的命运。没有在开玩笑，观点很重要。但是你现在受到教育讲支那观点了，贵人呐，你有听过一个中国人教授最近都在吵那个历史课本的事情嘛，对不对？课纲的问题嘛，那就是用中国人的观点被套在台湾人的身上嘛。贵有一个教授讲，台湾二百四。是几十十几万人不算什么，有没有？这个认为敢对？当然嘛唔对，死也是阮嘞，台湾人嘞，搞阮台是恁中国人嘞，支那人嘞，那也对。但是你们硬安尼讲诶，我们现在小孩子就接受这种教授教出来的小孩子洗脑了，开始采用中国人观点来看台湾人。我真简单，二百放假对吧？这件代志来讲，我甲阮囝讲，明天二百放假是台湾人的受难日。好不好呢？明天再留下来，爸爸放点影片，我来笑脸记了几句。没了，我明天再跟同学约好，要去出去买物件，要卡拉 OK， 要去吃头。啊，冲干那悲伤干嘛？明天不是放假吗？你看，是不是完蛋了？那你呢？讲到凄惨的，咱头一代二百去用台，第一代去掠去做兵，第三代你呢受他教育，比中国人的思考呢，感觉二百无啥呢？遐侪代人去用台，上面无啥，对不对？虽然整个价值观都扭曲，就是因为观点被改变了嘛。他要负责任的教育，甲咱囡仔洗脑，世界伊拢变中国人的思想去啊！哇，凄惨诶！观点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开玩笑。所以今仔日啊，帮助台湾人物支那系统行出来了，
因为你起码在支那人给你 create 的系统里面过日子。啊，问一个简单的问题，这四张图，这边有四张图，你们知道什么叫透视吗？透视啊，你有没有看过透视图？建筑透视图你有看？没有啊？透视你知道吗？这物件我嘿，好啦，知道透视图的人，给他举选个做个选择哈、哦。看透视，这四张，干嘛这看透视最清楚？请举手。看，觉得看这一张透视图看得最清楚，请举手。认为这个看最清楚的，请举手。啊，认为这个人举手。啊，啊，不改就行了。看不坏共，这个才对了。这个山都一样大，怎么看透视？上面一个透视，就是靠近你地的，靠近你近的大嘛，离你远的变得比较小嘛，所以你才可以感觉这透视嘛，对吧？上面一个透视，看看我们眼较细嘛，离你较近较大嘛，你才可以看到东西有那个景深嘛。对不对？这叫透视图啦。啊，你三个一样大的话就没办法看啦。啊，你哪不要算表示你也，你都没有办法判断历史啦。国民党过去给你人就是人这嘛，特定的历史给你放大嘛，你没办法看到历史的纵深啦。你不知道历史长什么样子啦。电盖来讲，郑成功占台湾给你讲一大堆，真正的历史，台湾历史是四百年咧。李登辉那更可恶，讲台湾四百年历史。胡说八道，什么四百年？四百年啦，四百年是什么？从大清帝国开始讲起来了，那叫做余孽啦。以行光是家己是支那人的台湾人了，哎，了解不？就说错误的史观给台湾人洗脑。所以我今天是要跟人讲的，正确史观要需要正确的方式，历史要这样子讲。来，另外一个方法，我们讲科学证据，要有方法到法院的时候将禁锢。今天你手头有100个证据，请问你怎么下判断？100个证据要这你一定要分类，对不对？要给它分类嘛。证据有，哎，比如说你出了车祸啦，车祸现场拍照片，对不对？也有路上的证人，对不对？行人说我看到谁，我看到谁，哎，谁个比较重要？哎，证人是以他自己的观点看到啊，搞不好他有盲点啊，一看在准。你要科学证据物理去推测嘛。当时的车速多少嘛？弹道比对嘛？那叫做科学证据，是第一级叫 A 级证据。OK， 在所有的证据里面，首先要把 X 的编造 gay 列数去掉，在所有对的里面再分 A、B、C、D 级，越下面的越主观，越上面越客观。还在往主观的是证人一跟我看到啥，啊，证人二跟你无同款，还是要听谁的，对不对？所以人的说法不重要，对不对？你如果科学第一级证据要根据科学证据嘛，下面科学证据基本的逻辑推理嘛，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生物性质，这叫做一级的证据 ，A 级的证据了。A 级的话，比如说问到后面挖到一把刀子，我讲这里四百年前的祖先留来，青菜公公，我用科学证据看你这氧化程度是怎样嘛？你铁被制造出来的时间到它氧化时间可以测的嘛？哦、我家后院又挖到一具女尸，这是埃及木乃伊，青菜公公，我用钴60给你照嘛，我照了就知道时间，钴60就是以碳半衰期来决定这时间。你说我有勾动花瓶，这多几千年，你也是，他也是要用钴60去照才知道时间。你知道在古董市场买卖都可以用科学证据把它证明出来嘛，你做给做不来嘛，你懂吗？你用现代的产品去做古老是仿不来的，表面上眼睛以为是，其实不是的。还在哈，这叫做科学证据嘛 ？DNA 就是一个嘛。我拄只讲迄血液来，这都无在了骗的嘛。啊，但是过来这样历史文献，我跟你讲，一对男女结婚，在同样一张纸上面签字，容不容易？不容易，对吧？哦，双方家长看啊，唔知请几顿饭啊，对不对？相亲多少次，最后公告鬼报报，最后两个人同意在结婚证上签字，不容易，不容易。那我问你，46个国家在同样的文件上面签字，是不是更不容易？当然是啊，46个国家派代表来这边看文件，带回去他们国家里面议会讨论、开会，最后投票决定，最后回去签字。46个国家，旧金山合约就是46个国家签字，是不是证据力就远超过？也要比，你会做比对了吗？这叫做科学证据，叫历史文献有分不同的，宣言没有用啊。更改国民党来公开罗宣言，
我讲一零一是我的，你讲一千字、一万字也不会变你的啊。你要说一零一值多少钱？150亿，呵，我这150亿好，你掉来，产权合约定要名字换人，啊，上面以后那个产权证明书、契约书上面写，这是某某某处，啊，你再丢嘛，没错吧？啊，你敢讲迄处是我的，现在你讲话未必你的啊，你真的要交易嘛，告挂嘛，很简单嘛，跟台湾这土地有关的两个条约而已嘛，一个是什么下关条约，所谓的马关条约嘛。对不对？大清帝国大皇帝把这块台湾给骗哦，挂牛哦，这样大日本帝国皇帝嘛，还这样哈、哦。啊，另外一个跟台湾有一个最近的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新日本国放弃台湾跟澎湖的管辖权，对吧？还这样啊，日本还是拥有，日本天皇还是拥有这块土地嘛，他是所有权啊，美国人在占领，美军、美国总统在占领，还在吧？所以跟这块土地截至目前为止有的条约就是这个，对，你共黑这边宣言不好啦，所有的宣言到最后一定要用合约来解决嘛。你在合约没有成立之前，你现在你共荣保金我没给你做懂啊，等最后你真正被实质上被做台基准签约嘛，就是签约而已嘛。啊，你这么更改某公条约底下公讨钱的台基，别这么讲，没有法律效应嘛，还在哈。所有二战之后跟日本这块土地有关的事情都在条约旧金山合约里面解决了，结果那些课本都没教这呢，那些少年人不知道什么叫旧金山合约呢，是不是很好笑？刻意的隐瞒嘛。来，你是嘴你叫什么名，我在拜国对着你，你就叫拜国好了、欸、这句话有没有点奇怪，很好笑齁、哦、这白人跟那些黑人说的，黑人干嘛莫名其妙的，这叫做鲁滨孙漂流记，有没有听过？这时间点在1719年的时候，有些白人坐船啊，搁浅小说啦，而且岛顶上把较早船排个物件拢倒倒，盖了一个书屋啊，住在里底啊，两个月了，当地的土著来找伊，啊，就个好命，哎，真好笑，好笑原因是应该是土著个好命，不是伊个好命嘛，你倒过来了吧？我住在这偌久的嘞，你是汹涌来外来人口嘞。是不是很好笑？这样我要反问你：印第安人叫印第安人吗？不是嘛？那印第安人是北人跟后裔嘛？印第安人足够的多一些啊，为什么叫印第安人？当你住在一块岛上，没有跟外界接触的时候，怎么会有名字？对不对？除非你离开这个地方嘛，啊，再回过来看嘛。但是你如果从头到尾住在这个地方，不需要名字，对不对？所以台湾街头的某亲的名字叫台湾，不是啊？某亲的名字叫啥？不是台湾叫啥？不是啦，我讲这个岛的名叫啥啦？这个岛叫什么？福尔摩斯嘛，唔对嘛，那13世纪葡萄牙、波多瓜人来才给你好名嘛。啊，真正叫啥名？无啦，福尔摩斯我讲13、14世纪才有的嘛。啊，真正叫啥物名？本地这土地无名啦。为什么一个跟外界没有接触的岛，那我需要名？对不？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像印第安人，北美印第安人干嘛用印第安人？无嘛，那是别人个好的嘛。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吗？不是嘛，在哥伦布发现之前老早有新大陆，上面老早就有人，也不叫新啦、啊、本来就有一块土地在那边4万年了啦，你那个史观要正确嘛，所以这土地没名啦，是后来给人家去头一个发起的人给你好名嘛，叫做福尔摩沙嘛，啊，我感觉这名不错，人家给他敬嘛，对吧？所以很简单嘛，看这样1920年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定一下Formosa 的 beautiful， 啊，这刚才比利搞轰炸台湾的时候，哎 ，tons of explosive for Formosa， 啊，那刚才旧金山 San Francisco 条约定管下讲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escadores。Formosa 的攻台湾 ，Pescadores 的朋友了。哎，我问你，你们在买房子、买车子的时候，上面写那个名字哈、哦，拥有者的名字，干嘛侵在下？比如说你叫阿草啊，啊你买一间厝，顶管诶厝主的名，你有写阿草啊，干嘛来写？买嘛，你一定要想办法，把你的全名下来，对吧？啊，把你身份证只好加落去，住址、电话弄个加。为什么要安尼做？惊讲叫别人偷摕去嘛？为甲你叫叫共名，要安怎？对吧？叫阿草的人几啊千人咧，大量甲你抢物件，这嘛我诶，这嘛我诶，对吧？所以你写条约顶管一定要写啥？合约订款一定要写你的正名嘛，对吧？
啊，我问，请问你，跟台湾这脱得有关？就今天合约来对，用个名一下。我跟你讲，有不同版本对吧？有中文，有日文，有英文。条约是以哪一国的语言做标准？标准版是什么？英文呐、啊，我来讲，英文呐、啊。不管什么条约，到最后大家都以英文版为主嘛。所以你在中文里面不能写 Pescado Formosa 一定写台湾嘛，对吧？日文版用别的嘛、啊、英文版就是以它为标准，所以台湾真正的名字叫 Formosa 跟 Pescado Les 还知道不知道吗？所以台湾真正的名字就是这样，还知道不？来再说一个简单的事情，你祖先出世了，你是当时开始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人？你什么时候发现到自己存在？你刚出生嘛？什么时候？外公，当你接触到妈妈的拎的那个刹那，爸都腰号，妈妈被来骑你都来哦。为什么？因为开始有一个你以外的存在来跟你互动了嘛，对不对？哦，啊、或者存在是妈妈的味道，对不对？你开始用嗅觉，所以你的存在感是建立在别人身上，对吧？啊，过来爸爸跟你浪，对吧？过来兄弟姐妹跟你胜，啊，过来亲家朋友跟你胜，你慢慢你的存在感就 reference 就参考点入来入这嘛，对吧？所以一个如果从小被呵护长大，存在感很强的小孩子，对不对？你给我秀个大喊，是不是你存在感就很强？因为存在感很强，你就开始有自信了。你很有自信，你的学习力就强，对不对？你学习力强，你有必。他厉害，人也可以帮助别人嘛，没错吧？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嘛。但是你若出时阵，头一盖巴肚底腰一阵号啊，啪，叫掉嘴巴，啊，婴儿就惊一下，啊，啪，叫伸嘴巴 ，baby 会吓到。发生什么事？我过去吼，在育幼院里面吼，带很多糖果、饼干、水果，好吃的东西到育幼院里面去陪小孩子玩。啊、每次大家玩得高兴的时候，总是有一两个小朋友躲在桌子底下不要出来。我感觉奇怪，那安尼，啊，嘴我可以小夹哦。啊，过去我个其他老师就讲，啊，迄种受虐儿啦，自细汉都叫零底个大汉呢。所以他很有很低的存在感，拢唱个大卡不爱出来，夹是叫夹哦，但是他希望你没有发现到他的存在，迄就是没有存在感的小孩子，对吧？过去台湾人都这款代志，我是台湾人。打落去，我要讲老母甲我讲的发卡发钱，迄就是过去台湾人拄的代志嘛。当你在建构你的存在感的时候，被否定，无当去讲拔嘴被各个冠冕完结名，讲你叫中国人，对不？是不是啦？虽然今麦台湾人拢是受虐儿的民族嘛，叫人底个大汉的嘛。你在建构我是虾米人，这个很自然的代志嘛。先要搞我否定，搁搞冠结名，搁冠你鬼啊名。什么叫鬼啊名呀？中华民国流亡政权不是鬼啊是啥？鬼啊尽管啊！你离开你的身躯，本地的身躯是不是鬼啊？人死了是不是离开身体？对不对？啊，中华民国流亡是不是离开他本来该有的身体？台湾啊，不是也身躯啊啦，他的身体在中国嘛，爱、啊、再来台湾种啥？那个鬼啊嘛，啊，给你附身嘛，附身了无当机构叫你承认你是中华民国嘛，那是很就喊没。对啊，我跟你说一个故事吼，刚才圣经里面有结构，圣经上有个故事，有个地方叫格拉森，格拉森一个天然的石灰岩洞，你知道石灰岩就是地水，啊，就一块一块对吧？啊，那很好用来怎么样？放尸体，人死了包包包等在里面就好了，所以久而久之接受到的病结，坟场蒙阿婆啦，死人很多，你知道死人多，什么多？魔神那多对吧？鬼也多对吧？啊，鬼也多了的，人会被鬼附身嘛？那个死的就叫用附身对吧？啊，就是下来人被鬼附身，啊，规身躯拢无穿衫，垃圾鬼甲规工安尼种，啊，村内底人讲啊，这足麻烦的，要安怎？铁链那个绑绑起来，爱就甲绑绑起来，结果就空有那个冲灯，佫照灯，佫照个蒙阿婆来规工在种，耶稣来啊！啊，这个年轻人就冲啊，冲到这头前，哦，永生上帝儿子，我时间还没到，你即摆就来是安怎？即摆就叫我下地狱哦，我时间还没到呢。耶稣无计去讲话。敢问一件代志，你叫什么名？哇、哦！这少人讲不出话来呢。到尾啊，这少人蹦一句话讲：“我叫群。”什么意思？鬼啊，太会答了。还叫他们说群，鬼滚的滚啊！因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鬼替这个年轻人
因为甲这条的嘛，跪伫恭维啦，变成跪甲耶稣伫对话去。耶稣说：“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啊，耶稣是代表真理嘛，伊恭维有命令有权威，跪出去啊，跪了造出去。火靠有2000头猪，鬼就附到猪身上，全部冲到海里面淹死。啊，这些人哦，撑起来啊，撑起来了，恢复理智的，咱也改什么名，杀的请都等来，变成正常人了。就赶快嘛！台湾现在法律出来啊，这中华民国这国家尽管都在造嘛，因为法律已经出来，你都没有存在这边的理由了，你在造嘛。但是现在问题来啊，下生命不要国家造是什么人？当机嘛，当机靠还是倒头，跟他靠这国家附身在探家嘛。所以小人是台湾人的当机，国民党来的本土派嘛，台联嘛，民进党嘛。没有错嘛，伊是较早靠国民党这假政权去投票去选总统，伫咧趁食的嘛，食台湾人嘛，对不？即摆发力出来，你选什么总统啊？阮国民党本人，你搁来选中华民国总统，你要搞什么东西啊？是不是？很多走啊嘛，啊，结果很死命，不还走伫即阵人嘛？啊，搁台湾人呢？即阵人搁过去是台湾人呢，还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呢？还知不？可恶啊！真的可恶啊！哎呀，台湾军现在要出来了哦。阮这阵台湾民政府就是台湾军哦。你跌无掉阵，阿伯会处理哦。先讲在前面，被抓到贼窝的王子，在发现自己的身世之后，看到？哎，你们现在知道自己是谁？知不知道？那你先别讲。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臣民丢，这个是重调重点哦。我来讲。过去咱伫美国国家赢迄阵吼，美国讲好，尽管要交你，结果连林志森博士嘛提袂到咧。因美国人讲，你也毋是台湾人啊，我那毋是，我把你证明看卖。结果拿出来说中华民国护照、中华民国身份证，你有证明你是中国人，你啊，你让我证明台湾人。所以美国迄阵叫林志森登来发什么身份证？台湾人的身份证呢？证明你是被占领地的百姓。我跟你讲，这个身份非常重要。当李准叫美国回来占领的时候，美国讲，只要无占，可爱占领的人，对不对？用提中华民国护照啊，所以你这个身份证证明错了。用代志本帝国后，较早有你占领的人，阿个叠加，该也后代还在这边。你美国要恢复占领，是安尼啦。阿文基底人造出来400000，基本上至少40000人站出来啦。你美国就来处理这件事情了。你怎么处理被占领的？我们被你占领，我们有我们的法定的权利呢。你别再改占领不移转主权，对不对？占领不可以什么？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嘛？就两个主要，你们初级班要学的就这两个嘛。占领不可以主权，不可以影响主权。主权其中一个就不可以改变我的语言呐、啊，没在改外语言呐、啊，没在改外国籍呀、啊，没在改外政治制度啊，这东西主权的象征之一呢。啊，但是他都违反了嘛。所以那狗的结果，这个是非常好、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嘛。所以咱基本上身份证，你都要把你北部卡在日本时代多一家的身份提出来。台湾牛甲台湾牛生的年代一定是牛嘛，未变作中国滴出来嘛，不可能嘛，怎么可能呢？是不是？好啦，知道以后要怎么样？回到原点，重新说，回到哪一点？1945年9月1号，和战败那一点。过去咱北部就是不愿意承认咱台湾大日本帝国战败，马上去挖中国，再有今仔日7600个60几年、70年，迄阵咱北部还阁野鸡啊，去给人讲去欢迎祖回归祖国，对不？结果来拢是奥兵啊，对不？派棉被、派党工啊，啊，咱迄大日本帝国人看就戆去啊，什么祖国？迄阵咱台湾人的北部阿公阿妈见笑登羞去。白富啊啦，白富啊啦，去挖中国人啊，去摕伊个身份证啊。迄阵咱啊坚持讲，咱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该说你都要叫战争法来对付我们，唔是一面倒的去接受，讲我是中国人，无甲今仔日的，你知无？你阵咱北部迄阵啊坚持下去的话，美国你都要按照战争法来解决台湾问题，袂使改换的国籍。迄阵你台湾人讲，我是台湾人，我嘛是中国人。黄条琴讲诶，美国讲好啊，把你当作中国人处理啊，照今仔日的，你是中国人嘛，去当兵，你是中国人嘛，讲中文呐、啊，对不？就是安尼啊，你选择错误了，那为着要讲讲叫人修理，阿妈讲去挖对方，讲我买战胜国，
结果期刊都不会三代四代。哎，因为这个理由。还有一个观念，咱台湾人怎样？下面一个种族灭绝，英文一个 genocide。西班牙国家法院19号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对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5个中国前任高官发出逮捕令，理由是这5个人涉嫌对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罪行，将使得江泽民等人如果走访国外，可能遭到逮捕。中国官员则强硬回降，哪个国家受理此事，将是自取其辱，有胆就来吧。邱西郎，龚秋伟好像是做查拉给我们抓到一关公犯。啊，西班牙是一个大国吗？不是嘛？啊，那刚去加中国，啊，讲了中国应该来修理才对啊，结果没修理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西班牙代表欧盟的一份子嘛，西班牙法院的判的，欧盟都会遵守嘛。啊，你要被加就加欧盟嘛。但这个还不是重点了，重点是真正有影嘞，真正有影，灭西藏人啊。中国人提到西藏是不是大量中国人就去那个南，是不是？是不是？要改变他的宗教啦，所以达赖喇嘛黑死命，带一个人逃走，走去倒呀？印度、美国来做一道地，叫伊在遐躲。你想在创啥？伊在老境留种，也总要被灭掉了，赶快造去留种。所以中国人就假笑哎，一方面讲哦，熊猫得要无去啊，想办法用全国的力量，对不对？栽培熊猫，各位生较济。讲过熊猫灭种啊！你想对动物呢？你对人想呢？你去培育熊猫，结果你消灭西藏人呢？可恶，对不？讲一套做一套嘛，赶快嘛！台湾人过去嘛是安尼嘛，所以一直我来讲吼，咱头一代，我对人讲，第一代叫台，第二代叫两个做兵，第三代受他教育，台湾人叫灭绝。犹太人他在嘛经历这件事情，所以他犹太人对这个很敏感哦。在1951年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里面，我们讲其中一条的呵 ，forcibly transferring children of the group to another group， 就把列宁娜送给对方受教育，这就是种族灭绝的一部分。我你忘记你自己是谁啦？讲个简单就是安尼啦。咱今嘛不是，咱等于靠在靠中文，还加重分量呢。啊，你黑心咪要用钱给小朋友补习去考试呢？啊！你这形同你灭掉你自己的子孙呢？干不是？都是啊！啊，台湾人唔知呢。过去的中国人汹涌来一阵，咱的北部讲，卖叫掉外星人啊，卖娶个外星人，你有听人讲吗？有嘛？为什么？其实因唔拜遐济啦，他只是基于一个母亲哦，台湾人的母亲很自然的反应讲，啊，惊讲叫灭掉，对不？他其实没想那么多，要保护，讲你卖给人。中国人大量进来啊！你个南料你都唔知道你是谁啊？头一代你都唔知道啊！我爸母，我老爸是中国人啊，老母是台湾人，我是虾米人，搞不清楚嘛？迄就是等于种族灭绝嘛？还知无？你们好像没有这个敏感度哟。我跟你讲，台湾人虾米人拢会当嫁，我会当嫁乎美国人，嫁乎澳洲人，会当嫁乎东南亚人，我会当嫁乎非洲黑人拢会知道。我偏偏都袂使嫁乎中国人，为什么？因为其他国家对你这块土地没有野心啊。你哪辈跟他结婚，真的要跟你结婚呐、啊？你知道吗？其他中国对这块土地有野心，所以他铁系嘛，大量中文人跟你来嘛。最近马英九是开放那个台商金刚丹嘛，他就开放薪水和台商大部分，那台湾人自己移民去啊呢？啊，一方面又把中国人换过来呢，这边去个100万，回来100万，是不是200多万人？啊，一个在家生团，以后拢无台湾人了。啊，台湾人唔知吗？唔知呢，他没有警觉性呢。你还给你换血的换掉换掉，阿拜你别再讲台湾是你的啦，因为在土地上90%都是中国人，料都是中国土地啊。阿你别讲，你们不知道这事情严重性吗？这叫种族灭绝呢。台湾人是 M174的后代呢，我要民进户出来，我们两个主轴而已啦。第一个，我们按照法理来解决台湾问题啦。第二个，那土地真的是有一批人，真的 M174后代，谁通啊？你家啦，你别再把我灭掉啦。你不要以为你讲客话，你有客人；你讲福建话，你有福建人，或都要来啊？不是呢，咱都是高山族、甲北部族的后代嘛。要不然你要验血看看嘛？你讲你中国人对不？你把中国人的血液定义出来，然后我来验验看是不是中国人。你讲你客人哈，客人的血液拿出来，你告诉我你要客人。你不要跟我讲这种话，我的客人呢？语言不是定义一种人种的原因呢，讲语言不是呢，
就好笑对吧？我中国改工没有中国人，讲啊不呢华人，我讲什么叫做华人？啊讲华语都是华人，我讲啊那种啊讲英文都是英人，对不对？啊，干不是？你教你的公话就是安尼啊，啊全世界都是英人呢、啊。不，伊个逻辑都是安尼嘛，啊，两个都到等于就好啊。什么华人、笑死人，我跟跟你无关系啊，看过奈嘛，对吧？来，在时今天我给你想过的是，在时间上面拉长台湾人的史观，在空间上从不同观点接进来，从 M174的生存角度决定观察角度。来，这过去啊，大清帝国的时间，刚才左半边对吧？右半边没写，这里看，但你唔捌看过这個，对不对？他在讲郑成功占台湾，对吧？你知道他占偌济？就对了，笑死人啊！占台南嘛，伊讲台湾呢、啊，结果我们去，为什么？很简单嘛，你台湾人要算小嘛。我请问你，你占台湾有花多少军饷？有多少人嘛？台湾现在多还偷得力，要多少人去派驻各个地方？啊，你心想发得出来吗？发不出来嘛。从预算啊，从预算就会看的啦，看见吧？你手下有多少人？你要怎么分配？每个地方都有郡县，那个民进党的细情人啊嘞，都不够分的嘞。更何况你什么郑成功也勾扎时代，你怎么来的？你怎么分配资源的？对不对？你怎么统治这个地方的？根本没摘掉啦。他的势力范围就在这里，其他势力范围是荷兰啦、啊、西班牙啦、啊。而且那时候热遮兰成日志，人西方的任何一家公司。他所做台湾的研究都远超过了大清帝国那个落后的民族所做的事情了，一波照掉给台湾人惯例了，他没有这个能力，你知道吗？我讲中国人迄阵来的就是起城起庙抽水贪污，干这几项了啦，剩的无啊啦。我们要讲科学证据了啊、哦，来，所以我要补充这一段：大日本帝国台湾历代总督，这个找你有人报给。明治28年1895年，第一代总督华山之基，军政转民政，领台善后，租税减免预告。地方官制委任立法制度确立，台湾总督府评议会创立，司法制度确立，地方法院、复审法院、高等法院、警察制度、理藩制度、医院设置阿便制度、教育制度由变电于禁止定期航路开始，度量衡人改正财政金融制度，旧税制改正大阪中立银行进出。你看，日本人来给你管马上做代，这才叫做帝国做代机啦，有细节有制度的啦，银行要进来啦，因为会花大量的钱啦，你没钱没得做代机啦，你告诉我郑成功带多少钱来？没啦，大清在财政都有困难，还是呢？一刚来来台湾，刚刚抽税抽几年啦？哎，明治29年1896年，第二代总督桂太郎。外公哈，华山之基是这张照片的哈，啊，桂太郎是这一张了，乃木希典是他了，而源太郎这位啊，可是他那时候因为大部分是在战争，所以大部分就是后藤新平在管。哦，啊，这个给台湾人能不来这个教育嘛？来，明治31年，第四代总督鳌鱼源太郎，司法司狱官奖惩机关设置，保甲制度实施，土地水利地籍调查，大小诸权地方有没有？基隆、高雄港就已经开工了。全岛基本上得1898年哦，这三年以来对的开始做这哦。全岛铁路计划编十经，你看医学院也要有医院，要有医生啊，要有医学院啊，对不对？来，台湾银行创立，财政20年计划，过来，你看。在罹难救助补给基金、祭祀工会、残族废子、糖业、神社、学校、教育、阿片禁止、卫生设备、樟脑盐、烟草专卖，东联嘛，这样才叫做管理一个国家嘛。哇，你去大日本帝国用这个去查，他那时候每年拨款多少钱到台湾来？一准几块日币的让。就大块呢，他拨了1亿2000万到台湾来建设呢。我带你来看照片，哦，这不同的总督，左有金斗马泰、安东真美、明鸠、源二郎、田健治郎。为什么特别讲田健治郎？因为那年皇太子来台湾，皇太柱来台湾，哦，迄阵哦，台湾人有一天人在东京读册，后背写批，写给天皇讲，这台湾就乱卖来。结果中毒，下去就被回到天皇宫，没了。什么台湾太乱，反正最后呀，台湾的思想的恶化。1月29号回的哦，因为在东京的学生呐、啊，在台湾没几个人啊，特单在，因为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没有到危险的地步。一般的人民是非常的忠实顺良，敢一视同仁圣恩，马进列让来。列给大清帝国通抵台湾，准公的。台湾人男无情，女无义，对不？3年1小反，5年1大乱，对不？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说台湾？我问你啦，我查某人我结婚啊，我翁对我好，我想到要抱怨，我抱怨什么？不会抱怨嘛，对不对？一定是你欺负我，我才要跟你换嘛，干不是安尼？那老公结婚要跟丈夫咬口车无嘛？一定是啊，而且咱北部一带弟弟俄罗一本啊，那是假，那俄罗一开，对不对？一定是我受到好的待遇，我很感念那段时间嘛。啊，两摆我一定跟你换嘛。啊，结果日本人的眼中看台湾人是足顺，说吼，那怎么不一样？结果表示他会自理嘛，还在不？这是贵气台湾人呢，贵气台湾谁做安尼呢？你们在座的女生谁穿的衣服比她漂亮？你告诉我。来呀、啊，不是跟她亲戚了呢？你看你穿的啥？这叫杜聪明，他在高雄医学院创办人呢、啊，台大医院的副院长啊，医学院副院长、啊、杜聪明呢、啊，看他留美欧美呢，这是贵气台湾人留欧美的学生团体照呢。1920几年的台湾人呢，要追追，你看每一个人烟斗啊，你看穿西装都比你们在座各位目前还好呢。你看你头发怎么弄的？你告诉我，长相。女生穿的是法国高级定制服啊，你们会不会看啊？啊，这请问请讲了，哥伦比亚大学叫 GMAC， 来，1943年全台湾小学跟1099所学生，小学生932525人，台湾人民的义务教育普及率为71%，全亚洲是低于日本，先进国家了。一准哦。1928年设立全湾第一所大学，台北帝国大学才开始。1928年的五鳌，日治时期台湾人留学日本风气加深。1945年统计，曾留学过台湾人有20万人，台湾人一直在四五八万人，20万人，几分之几就出国留学了呢？别惊死人，我把过去的同学录拿出来。哦，叫严水龙、严春安、吴锡元、柯维斯、盖马西，这些我请讲。你看。有不同学校谈美术、化学、经济、神学、政治、医学都有呢。美国伊沃伊林诺伊香片啊，都有啊，名校毕业的呢。哥伦比亚大学在1921年，你看1924年出国留学呢。这台湾人呢，你唔知哦，过去是多么先进。我来讲，现在讲一个，有一个很可恶哦，甲出卖台湾人叫做黄条金，对啊，讲我是台湾人，我买中国人的一个啊。我那时候讲说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啊，就查他念书的背景不在。哦，原来是安尼哦。黄条金读政治学，美国伊沃伊林诺伊香片毕业的，结果他毕业以后去工作的地方叫什么？南京政府外交部，那不是很奇怪？啊，你日本人哪会去南京政府外交部？表示你效忠他、欸。去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部做代志，一定要是思想忠贞的忠贞嘛，对吧？照好的嘛，莫怪伊哦。中华民国流亡之后几百年后，高官走，就是安尼啊。你日本人哪会去效忠别的国家？你背叛大日本帝国嘛？干不起。来，就其他的。内田佳吉、伊泽多喜男、上山满之进、川村竹治、石冢英藏、太田正弘，你看，大台北地区、花莲港、台北放送局，1931年，你看，糖业试验所弄污染，我待会要给他放影片，好，您看，来，啊，您看照片，这是该戏。1888几年一准台湾乡呢，啊过来，你看，起城起庙抽水贪污啊，过去的1800多少年啊？这些马街博士拿来台湾，1885年的时候，皇后旅馆，这种马街啊，外国人啊，来到台湾呢、啊，啊搞南蛮吹气，一准台湾人平均寿命无几岁啊，啊我这照片拢对这几个所在提出来，我都所以要感谢他们哈、哦。来，我可以放一下照片吗，那个？啊、哦，较大张啦吼！皇后旅馆较是安尼啦，啊，头一天有臭虫咬到暗时袂困的，哦，马街破书。啊，西方人来的话，就是给你教育跟医院这两个哦，但是他只是传教士嘛，他没有国家的力量嘛。日本人来都唔是干安尼，你等下你看就知。啊，过去大清帝国来通敌就起城起庙，城内底在做生意，村内我无会管了嘛，对吧？啊，你时间搞个叫嘛，我无甲你拍嘛，这淡水，较早淡水安尼。啊！你了日本人几百人造的人，我想来这造出去。啊，这样，你讲我不？这样，看懂这张照片是什么吗？看我哦，这阿嬷对吧？吹咖槟榔吗？这是槟榔西施啦，一直的槟榔西施啊，就喝酒的哈、哦。槟榔西施，我来讲哦，台湾哦，阿拜拢改安尼啦，不要找美少女去卖槟榔啦，你去叫阿嬷去卖，保证那槟榔人口急速下降了。
卖不出去啦。我吃一槟榔都要去阿嬷那看到，我说，对不对？应该这样才对嘛，就不用劝导了。外人卖了，自然就减去了啦，不用劝导了。啊，西厢重道，白牡丹色事件。啊，过去咱古早时候有一个习惯，讲剁头，叫做出草，很可怕哦，出草。啊，这北北洋川公亲王来台湾，从奥底进来。啊，你看。啊，我们高沙族被收编了，这些日本军官的家，啊是那里全部摕日本旗，啊快，咱高沙族人，啊每一个人拢摕德国，啊德国顶管拢倒下，不是菜刀，这顶管拢人头嘞，这一颗一颗都是人头嘞，这不是菜刀嘞，迄种人头嘞，倒个顶管嘞，啊你看，这印第安的庆典来滴，日本人军官的遐管理啊。咱高山族在跳舞，后边你那在看老者，你看伊手顶管提啥？迄条人头啊，规个人头伫遐浪啊，惊死人！较早1920年，咱高山族女生好可爱，好漂亮，有没有？很有气质哎，很好看的。来，高山族啊，日本军官叫他最新式的武器，啊，你看，这是日本军官啊。啊，这拢咱的头目啊，下骹拢头目啊！啊，你看，两只脚中拢放一条啥？这拢人头呢，我无跟你开玩笑呢。迄阵哦，兵部组给用台差不多4-5千粒人头，啊，日本人差不多300-400个，所以谢新姑拢叫谢里啊，刚刚谢一半给用剁起来，啊，拢军弄军人的守护，啊，这啥？过去吼，咱的高沙族在办那个原油学校，他们开始给你教育的时候，哎，有些高沙族青年人不爽，就去学校来大屠杀。啊，结果一个日本老师把这些小朋友放在粪坑里面，啊，把保留他的性命，没给用台这些生还者，啊，其他照片太残忍，我就没有放，就放这个生还者照片啊。啊，后来就给他们接受教育嘛，给他课本，啊，整个就文化思想上就是。先进了嘛，都别这样剁头啊！哦，啊，就是安尼。啊，第八联队进来台湾空军，啊、你看开始会躲呢，用蜡笔画画了呢，哦，就没有那种动作。哎，你看，日本人来通敌了，这第三高路第三女高台北的中山女中的前身第三高路女生，你看每个都很漂亮，有没有？都很有气质，真可爱嘛。你看穿着各个方面，你会看一准台湾是这款气质的呢。那时候台湾谁做这样呢？是不是很好看？每个都很漂亮嘛。哎呀，铁道旅馆、北一女、裁缝课。啊，咱那时候攻进马尼拉，小朋友在街上看，不是看，那叫什么？哎，庆祝圆游会。啊，这样，这都要？不是啦，不是，又会出来。台北公会堂啦，中国人个叫中山堂啦。迄阵什么中山堂？迄是台湾台北市的市民一人交一块起起来，建起来的，台湾人家己起的。哦，公卖局。来，我们准备放影片了，我们时间不太够，是不是？我还有时间吗？21分钟嘛，哈、哦，还有2分钟。好，那我转快。你看它的内部大礼堂，你看，看到有 linky 有撞球室，哎、欸，你有做迄个餐饮业，你看你也餐厅啊那种。你看每一个师傅都戴白帽子，那种清气型嘞。你看他怎么碗盘的摆设，那种开放式架，那东西有水准嘞。而且有 Linky， 你看 Coffee Shop， 哎，咱今晚来讲1930年的台湾嘞，日本时代三号松二楼有没有？快车道、慢车道，这卡在咱的棒球队呢。哎，什么红叶队用棍子的，咬牙抠脸，卡在咱的棒球队，台北市，你看华山小学对抗南门国小嘞。每一个人都有棒球帽，都有制服，有手套，有棒球棍，有棒球，有球队的领队，有教练。我手边有几百张全台湾各个地方的棒球队照片呢，合照呢。日本时代是遐管的最准，照可能拍个 K 弄，拍个甲子园的最后的那个呢，你不可能突然就冒出一个球队出来呢，都是全民运动呢。较早日本时代台湾是安尼最准呢，是不是？啊，咱的过去的棒球历史，甲你追到什么中华民国难民，甲你通的一准。啥拢无？台北市公车，台北火车站前身，迄阵都公车啦。台北神社啊，草山行馆，你看这些，看他建中的学生，以前建中的学生穿这样子，霸气很酷哈、哦，对不对？
就日本时代日本人嘛，那是日本人嘛。啊，建中的学生长这个样子。啊，这讲欧洲吗？不是呢，这是咱台北车站头前馆前路行较短的这个，叫台北博物馆。博物馆呢，没有人会在殖民地盖博物馆的啦。一定是你的领土，国家领土才盖帝国大学，才有博物馆呐、啊。台湾没有什么偏远地区，对日本人来，全部一起建设。这对荣丁的，今麦衡阳路，来，哎、欸，这不是最近的照片哦，日本时代的照片哦。啊这样，北岛下的火车、电车，啊这样，看在《Life》美国生活杂志里面的照片，以前的台北市、台北车站附近。啊这样，这都要。中山北路行个对，那个啥，明治桥了、啊。啊，走到后面就是原银刷本店呀，你那边熬一个，哎，对，台北神社没有错，哎，是吧？台北博博览会的时候照片，台湾博览会，卡扎多安尼啊，对啊，对全世界开放，外国人都可以来啊，都是一个先进的国家做的事情啊。你不光来电来电，售票亭啊，像这都是日本像1940，哎。哇，时政40年纪念会啊，啊这新公园啊，啊这后来台北车站啊，啊你看，看在大学先修班的学生啊，有臭屁不？你看，林嘉宾报恩，装潇洒物理系学生，你看，念两西，哦，念了日本的那个诗句，你看林嘉宾啊，都那样，米鲁古啊那样，啊这样。这在公会堂来这办的国标舞比赛，日本的国家舞老师来台湾，啊，你看，目前拢请上请下他们，求个那地方，女生穿衣服你们会看，你只要看女生就好了。那阵你阿公阿妈那阵请上的比利基顿还时髦啊，我跟你讲，真的没骗你。啊，这连乡下哇，竹东的乡下幼稚园的照片都给扯出来，我你看，竹东的真卡真卡，也有幼稚园照片，也是这样，日本老师底下尬啥心，是吧？新竹车站、台中，迄阵就是安尼啊，吼，日本时代去的，啊，咱的大日本帝国海军几百辆，要吃饭嘛，啊，这时候开餐厅，哎、欸，绿川，台中的绿川，台中大地震料空拍图，日本天皇来台湾，台中金州出口迄阵，你看，敢有家己夹槟榔无啊？我穿西装，穿真啊，你看，每个人穿着。上算了，你看，看到日本时代，台中街上，你看神社，你看台中，你看，迄阵你那有卡哇伊无？有够水无？哎、欸，很可爱呢，台中，迄阵是台湾人呢，迄阵台湾是安尼呢，我咧看这個、台湾呢，丰原家政女子学校的课程，你看，乾隆、嘉农，你看彰化的水源地，每一家都有自来水。台南女中毕业照，你看每个都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来，准备要放影片哦。我你看，你看高雄师范、台南师范，你看过去台湾是安尼呢。你看这高雄软式棒球照片，搁较侪张呢。较早就用你看机械手臂在运动时安尼。园游会，屏东水产试验学校同学。屏东鹅銮鼻，另外看到出游开塞车来出去旅行，还可以放影片了。那个 OK， 你看便当师智慧，一准台湾人像那呢。你看妇女，你看那小孩子，每个都会帮他打扮的，好漂亮哎！你也要帮小孩子打扮。来看影片。これはこうした情勢を打ち破るために、北に強固なる国防の一線を隠し、さらに南に産業と経済の生活線を開いていかねばなりません。こうした熱と光に恵まれた台湾、それは我が日本の富の泉であります。日本領土の中でただ一つの熱帯及び亜熱帯地である。台湾が我が領有に帰したのは明治28年4月。同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台湾归属我国。明治28年6月17号，台湾总督执政40年拍的影片。同年6月14日，樺山海軍大将は第一代の総督として赴任し、台北城に入り。
同十七日時の近衛師団長にておわした北白川宮義久親王殿下のご退任を仰ぎ在南京嘛，变总督的使政事，到四月四十日。之前台湾被清朝当作化外荒地，台湾的居民是化外之民。但是改立之后，日本政府均为帝国臣民，成效卓著。不到几年的时间，平定土匪叛乱，产业的指导奖励。铁路、港湾、交通建设、通信、卫生准备、治水灌溉、理番、教育普及、地方制度或者军事方面都很厉害。相当短的时间，我觉得好爽。これ筆記は皇室の意思動輪の計画は申すまでもなく、また官民一致協力の。来拜祭祖有业绩，有业绩表示什么 ？Infrastructure 基础建设要好，そして台湾で最も繁華な文化の都、政治の都であります。当然喽，台北市は元領内。哎，咱今年公1930年四，也照片影片，明治44年1910年八月发生台风，看这机会，日本人个过去，中国人去的时候，要不要兵器？当局はこの機に在建那个淡水河岸壁。只留下东南西北门。这帝国先进的建设哈，三线道路、都市计划。世界的样貌一下就把它改变了。台北市の中心である。外公，这边另外要注意的是路灯，路灯很不简单哦，路灯。台湾，台湾分了几个州，它在州的知识第一书啊。台湾军司令部。中央研究院。台北医院。台南市总统府交通局铁路部、邮政局、地名的台湾电力株式会社，这总督府的后边啊，台湾电力会社，日本兵有家可以来家取景来拍，总督府官邸。好，中都府一棒。京都府から北部一帯には市立ち並んでおります。台湾都市は機会あるごとに在来の旧式な建物から近代的文化建築に移っていますが、嗯、特に台北市の文化様式には著しい変化が現れております。しかも一般に台湾の文化様式の都市は主要街路が放射状にあるいは五番の目のように拡張され。淡々たる大通りは人道と車道とに分かれております。その人道は我が国においては例の国内独特なものであります。你注意一件啊，他用的数字3.636公尺，这次的精准度应该小数物小数后面三位数，一个国家也供数字供到小数以后三位数，非常精准，你不晓得的要了解。飞车来到车站，台北 A 站，飞车。这是全岛铁路建设拢好啊！啊，这是人力车，啊，这是客轮车，啊，靠公车、电车或人力车。人力车は大変賃金が安いので、盛んに利用されております。また台湾には騒音を立てて走る、あの不愉快な電車はありませんので。自然に静かな快適な街となっております。
对，明治桥哈。下卡是给人喝。台湾神社啊。台湾神社位于。北端にそびえている。哦，还有建团半山腰，哎，台北公会堂，公会堂，对吧？第二。博物馆。哦，迄阵的身材拢要台北放送局电台哦，每天有台语啊，加一语的语言的放送哦。植物园，日本时代已经听西方的、那個。Frank Sinatra 一下，2000年代、30年代的歌曲。哇，对的啊，这都以前比较看中国写一种阿贝提尔部分，就你会发觉两个不一样，截然不同哦。那个刚想诶，属于你看，起城起庙就出来，城庙就造出来了。你唔要看个白卡哈，那个等下你看，我阿妈白卡，你看，他在一好家人，找不见他白卡。对呀，唐小姐，那德国人、支那人那边呢，文化的造成，马上看出来。今晚沿着淡水河，嗯，打啊，沿着。これが台北市中を流れている淡水川。遥か彼方に見えまするのが七星山であります。北東温泉。北東温泉啊。你看休闲哦，帝国统治包括休闲、娱乐、博物馆。待会更离谱，还有高尔夫球场。している温泉であります。淡水高尔夫球场，黑子龙，日本时代的世界一流的高尔夫球场。我那一次的高尔夫林库も遠く及ばない。なかなか優秀なリンクでございます。新店。新竹地方は北部台湾中最も古くから開拓され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して。その開発は遠く約300年の昔から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そして新竹はかつては北部台湾における文教の中心地でありました。新竹州の千歳る農産物は米、都是路灯、茶、電線杆、路灯、主なものでありまして、電気化日本内地はもちろん、你看你做些地、那些茶叶、啊那行善好，第一部分是人工没有做，接下去你看看，你吓一跳。特産品として鋭意優秀品の産出に努力しております。この日東紅茶の工場は近代的設備の点におきまして、近代設備。世界に誇る見逃すことのできないものがございます。生产线，每个人都干干净净的戴帽子哦。你看穿着，日本时代哦，输送带。包装罐头哦，粤东红茶，你看包装，你要设计标签。台中过来，中部台湾の首都台中市。米の台中、バナナの都。台中は台湾が日本の領土になってからの新興の都でありまして、築整然として緑川、柳川の清流を擁し、柳を拝した台中市は静かに美しく、台湾の京都、台湾の京都の省があります。幽静而美丽、彰化银行一直。
用做秘书。台湾が熱帯から亜熱帯の地にあることは、大中国地にいろいろの果物を生産するに恵まれております。素材、果実は実に30種に上り、山岳もまた2000万円に達しておりで、周囲の緑の山を映し、常に紺碧の色をたたえております。この水は水圧鉄管を通り、ゼネレーターの響きを上げ、水圧鉄管、発電機、日月潭の電気を発電し、日月潭发电、台湾各地に送電されております。送到台湾各地、往北往南、有高压电配送、24万千瓦。24万キロの電力を準備することとなりました。工業台湾の原動力、躍進工業台湾の原動力、经济文化发展，你们会看要看这种基础建设怎么做的，电力供应哈。台南市は後期2200年代、今より300年前、时间跳不多。OK， 好，阿里山。なおまた伐採を終わったところには大規模な計測材はワスパイラルと数回のスイッチバックによって下り、カギに輸送されるのであります。カギは、カギ、ヒズの下ね。カギ農林の野球で知られているあの最有名的棒球。你看他说讲。台南州にある。ヒズの下ね。台南に次ぐ都市であり、木材の収産6万坪の台湾総督府営林所経営の貯木場に。最新式の製材機を装置し、その規模の多いなることは、いかなる巨材をも自由にし、本邦製材工場中まれに見るものでありました。遠い。今に台湾の糖業、本来一开始要不唔是啊，糖業非常幼稚，但是嘛，也是本人时代，本时代か総督府の手で奨励制度になってから。次第に発展し、你看糖厂跑到那种火车直接运到外面哦，港口。しかしこの間、製糖会社の努力は不審に涙ぐましいものがあります。明治制糖株式会社。世界における台湾糖業の地位は、キューバ、インド、ジャバの次で第4位に進んでおります。そうして我が国、糖業の中心、すなわち主産地は言うまでもなくこの台湾でありますから、台湾は大いに花が高いわけであります。国の文化の程度は、砂糖の消費率、すなわち一人当たりどのくらい砂糖を舐めるかということで分かる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でありますから、文明人の皆様方は、どしどし砂糖を召し上が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ものであります。比率であります。次は北米合衆国人、および英国人の50キロ。日本人はどうかというと、世界大戦前までは一人当たり5キロに過ぎなかったのが、今日では文化の程度も進み、砂糖を原料とする青果、練乳、缶詰、その他の工業が発達し、消費高も戦前の2倍以上に増加して、一人当たり13キロ。日本の砂糖消費高は、ここ10年間に平均70万ピクルずつ増加してまいりましたが、その上気候が熱帯であるがために衣類も多くいらず、粗食をしてもっぱら金券貯蓄一方でありますから、内地の百姓に比べると台湾の農夫は羨ましいほど有利な立場にあるわけであります。工場に送られてまいりました甘蔗は、機械科学のメカニズムな音に乗せられ、製糖の第一関門で汁を絞り取られ、絞りかすすなわちバカスはそのままボイラーの釜に入って燃料となるのであります。糖蜜からアルコールが作られます。あら青山燃料国策からアルコールの製造も近時ますます盛んにな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が、若くても薄いアルコールの製造は製糖会社が犠牲を払って国家の燃料国策に注文せずとしているのであります。燃料試験場かように国策に台湾の製糖会社は燃料一大貢献をなさんと準備中であります。いや、实验室好像现在的人一样穿着好奇怪，你竟然说日本时代你看做实验穿白袍该有的竣工されました。三五潭の貯水池の貯水池は周囲58里、村山貯水池の4倍あると言います。
洋第一の推理事業で台南州が台南州内因为这个的建设哈，在我三年轮作の特徴であります。来，去他告高雄。好，这边跳一下。哎，你看，是不是高雄港、吉兰港？那阵主要两个港口，那阵有啥那些东西啊？最新式的。高雄は近畿工業都市としてもますます躍進しております。今後も高雄の躍進は期して待つべきものがあるでありましょう。日本現在弄法現在整齊高雄州廷你看你想到日本你看你真的台湾人一直固定有轮船神戸出发三昼夜文字を出て日露屋で着きます福岡九州船は1万トン級の優秀船6隻が配せられていて内大定期航路は内地と台湾との航路とも思われない豪華版であります。台湾は南方開発の国策指名追行機関として新たに創立せられた台湾拓殖会社をして移民招致その他未開地の開拓綿花の栽培拓殖金融事業等種種画策されております。台湾にはまだまだ開拓の余地が保護されておりますが台湾拓殖の使命は一人台湾島内のみならず南市南洋における法人事業の助成をなし法人発展の中枢機関としての使命を持っております。内大無線電話内大航空は東京大阪福岡と台北の間をわずか1日の連絡に短縮されております。内地と台湾は常に接し産業と経済南進国策のため我々は挙国一致で追行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日本においては大学専門学校を卒業した者さえもいるありさまであります。また巡査や教員になっている者もおります。心なき者が万人と呼ぶと彼らの中には色をなして我らも日本人だ万人と呼ぶのをやめてくださいと訂正を申し込む自覚ぶりであります。さて我らはさらに目を南に向け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好我们今天课上到这边来要不要宣布一下？